山皮，要来爬虎山，出发。试兽亭，等一下要继续往上走，往豹山的方向前进，出发。顺着虎山往豹山的方向前进，但刚刚在走山路的时候有一个岔路没有注意到，所以我们就错失了往豹山方向前进的机会。现在呢，就决定往中华科技大学方向前进。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就要结束这天的行程了哦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